这个今天还继续回答问题啊，这个抓点紧，嗯，谁有问题谁可以说。好，后面说。嗯，师傅，你记得前几天跟这个经常有问题，如果说在打坐的时候或者静听的时候，你出现那种情况，说是那个话头这个不断不停的起，他那个妄想还连续不断，你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没什么办法，就是继续缠。啊，一个是妄想不断啊，就是你念佛不断啊，这就可以了。这个妄想啊和这个念佛，它俩是个对治法。为什么要念那么多佛呢？就是因为妄想不断。但是我们觉得念佛多了，那妄想还不断，实际上它已经逐渐减少了。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啊，是它没断。当你的妄想起来一句佛号的时候，或是一个话头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断了。它是不断的话，你那个佛号你念不出来，你念出来，说明它那有一个空间了，有一个空隙，已经佛号进去了，就代替了妄想。就是说时间长了啊。那个带来带去，这个慢慢他那个，这个妄想的这个势，就是他这个气势啊，他慢慢就要起来了，而且他的时间长短也会变化了，主要是我们得坚持下去，相信我们的功夫，只要做到家啊，没有这个妄想不断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别凭着自己的感觉去说，你看我这妄想念了好几天了，或念一个月了，或一年了，他妄想还在那有，那个有和那个有它是不一样，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微细的东西，我们是看不清楚，因为妄想啊，它都刹那刹那的，这个刹那有时候我们用眼睛或是用感觉都看不出来，就像放电影似的。电影一快了，就连续动作就有了，等到我们念佛号，就是让这个速度减下来，慢慢的减到看清楚了，这会儿功夫到家，它就断了。嗯，那记得清楚了，就是说不用再改变方法，不用说，你说你再加一个，把那个话头放下来。在松咒啊什么，不用改变，就一直切换。你说的是妄想不断，再加个别的，是那意思？你说什么意思？我没听清楚。啊，记者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这么依旧还是不停的参就行了，比如说参话头就行了，不用再变化一下，比如说，把那个。话头也放下，或者就是转换一下，给他们送走。最好不要是来回换，你就可一个来啊。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因为是可一个来一个，第一个用着方便啊，它一个是有劲儿有力量啊。第二个你老换的话，就是心里又多了个疑惑，没有必要去换，就听着一个一个慢慢形成一种功夫，形成功夫呢，妄想呢反而容易断，就是不要乱换，有时候感觉到这个念佛不好使了，我参话头吧，参话头脚不行，我念佛吧，表面上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有信心感啊，也有点劲儿，但时间长了啊，都会出现那种。那个干念不解决问题的现象，这是一种假象，主要自己别上当就行。嗯，好，你说。第一是一直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就是说毗尼，应该也是对治妄想的。
但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挤牙膏啊或者喝水的时候，本来一点往下都没的啊，非得就念个咒啊念个偈，这是否应该还不应该？这是一个误区啊。当我们比如说喝水啊还有其他动作啊，这个五三小咒我们有时候得需要念啊，或者感觉到自己没什么妄想还需不需要念，是这个意思吧？对对对。他这个因为我们对妄想的认识啊不清楚，我们因为啥也没想，就我们觉得没想他就没有妄想，实际上他是有妄想的。因为你还喝水呢，喝水本来就是妄想。所以说呢，你当知道是水的时候那就是妄想，当你有渴的时候那也是妄想。何况你还不光是渴还有知道是水还要喝呢。这三个都是妄想。又冷液那都是妄想，哪能没有妄想呢？所以我们对妄想的认识啊不到位。所以就误认为我这头脑子啊我没有什么都没想，认为就没有妄想了。这是一个修行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弊病，而且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就把修行功夫扔了啊，我今天没妄想，我是不用干嘛了啊，不用去用了，不用功了啊，我现在已经挺好了。实际上你没证佛没成道之前，你多少看到水非水啊，看到背非背的时候，你这才妄想才是减少了。你看水还是水，那你就是妄想。所以说念这个那个五三小咒那是非常正确的啊，应该念的。主要是我们对这个妄想的认识啊应该清楚啊清楚。你妄想要不认识我们很可能就上当了。我今天挺好，我都没有妄想。这话说什么都不能讲的。啊，说什么都不能讲。过去有个禅师啊，他那个皇帝让他什么娶妻生子啊，是道安法师啊，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回来大伙儿都想学啊，学的这好，这还可以娶媳妇儿，要给好几房媳妇儿，完回来还能出家，这不挺好？后来说有一天他在这个斋堂啊，这个过斋啊，断了一碟儿那什么是钉子是针啊。当着大伙儿面就吃了。后来他说一句话：“你要学我，你得把这玩意儿吃进去，你再学我。”这就说什么呢？等你真没妄想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钉子啊、针呐、啊，在他眼里已经不是那个钉子、针了，已经没有了，那才叫没妄想。我们是妄想纷飞的。你娶妻生子那还了得了，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认识这个，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千万不要在这里错误的对自己啊一种认识啊，或者我妄想少了，或者我没妄想了，这个话千万不要说，说完就张道，说完就妄语，为什么反复强调应无所住生其心？就是你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认识不到。当你去想我有没有妄想的时候，那就是妄想了，已经就是妄想了。你连想都没想的时候啊，这个妄想算减少的，而外面的物质啊都产生了还原的变化。这才说明是妄想少了，否则的话千万不能说。所以说我们修行中就是说你把这个妄想给定位了定的比较准确你这个修行才能前进。
有的就是说，哎呀，我的王强少了，嗯，这就完了，这就光这一句话，你就开始退步了，啊，这个非常可怕的，嗯，非常可怕，啊，修行为什么不前进呢？就是错误的认识，啊，把错误当真的，把假的当真的，啊，把真的啊给忽略到了，忽略掉了，这就是我们修行中常犯的一个毛病，嗯，因为真的他很难受的，他要克服很多的欲望，啊，要克服很多的习惯动作和习惯的想法，嗯，所以说慢慢才能得到一点智慧，啊，所以这个过程啊。应该是今生来生啊，生生世世去克服的，才会获得成果。为什么我们获不到很大的成就？就因为我们对妄想的认识不到位。就像那个靶场似的，你前面没靶子，你这个子弹往哪打都不是清楚，啊。像战争似的，你消灭敌人，敌人你都不知道是谁，所以你怎么消灭敌人呢？啊，就往空里打空枪，打完就完事了，完成任务。啊，首先你知道敌人是谁，啊，敌人就是妄想，这有思有想就是妄想，所以对自己这个妄想先定位，定完位了你才能修行，而知道了定完位了并不是难受啊，定完了位了不难受，而且是一种什么呢，它会激起了你一种斗志，它会想知道了我这条路是应该这么走，找到一个真实的路，而且越走它越高兴，越走越真实，越走那体会越深，所以在修行中首先知道什么是妄想，什么不是妄想，特别是什么是妄想，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你非要在这个妄想对中找出一个不是妄想来，有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啊，连一个不是妄想的也没有，几乎都是妄想，所以我们知道了都是妄想，你的修行才会找到修行的路，再找到会用心的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有的啊，理论上啊，这是讲了很多东西啊，也举了什么是妄想。啊，这些东西啊，有时候听着啊，非常奇妙啊，也非常那个感人啊。他不知道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嗯，没有什么不是妄想的，要想证到没有妄想，那不是说轻而举的事情。所以说你有这种觉悟啊，在修道中才能会前进的，实际我们大家都缺乏这个东西，都以为我看会儿书啊，觉得静了，我坐会儿禅静了，或是我吃饭没打妄想，我吃的挺好啊，他觉得是没有妄想，这种错误的判断就会产生修道中的障碍，因为你不能前进了啊，不能前进，你只有一个啊，这些都是妄想，你才这个心里使劲儿啊，你不认可它，它就不能变化。你越认为啊，我没有妄想了，你把那个妄想搁那格子啊，你认为是没有妄想，那个妄想借你这种错误的概念，反而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激烈。而且甚至是
产生很多的变化，幻境啊都出现了。为什么有一些起魔障了呢？啊，实际上就修行中就是他对妄想认识不足，而且呢错误的下结论。啊，我现在修的挺好，没妄想了。啊，我现在就已经证到什么什么地了啊。这个最害人的，啊，最害人。所以咱们修道这块儿啊，修行中首先要知道敌人是什么。啊，起心动念都是错的，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啊，就算我们没感觉出来这个起心动念，那也是妄想，因为你不是，如果不是妄想，那你看山就不是山，看水就不是水了，你做不到那地方，那剩下都是妄想。所以这个得注意啊，注意修道这块儿挺有意思啊。有时候这个由于我们自己啊在修行中呢就是不注意，或是平常一句话随便去说，就会长到。为什么我们前进不多啊？就是我们走一走就退回来了，走一走就退回来。为什么退回来了？一个是回头看，啊，二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妄想不认识，啊，打了一个妄语，啊，最后又退回来了。退回来以后发现还有妄想，又往前走一走，那一到那啊，高有点儿业务劲儿啊，又开始打妄想，啊，又对自己一个肯定，又退回来了。这是修行人中的毛病啊，所以说你《金刚经》讲的应无所住生其心，这应无所住啊非常好啊，它不是一次应无所住，不是一个事儿的应无所住，就是永远的应无所住，是甚至你连想一个回忆啊，说我看看最近总结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进步了，这个妄想都不能打，不说你去做，就你连想都不能让生起来，你这才能往前进，你生起来就退了，说我就轻轻打一下子呗，啊，我就走一步吧，回来啊，我这是不是妄想啊，我现在进不进步啊，我就这么点啊，一秒钟或是半秒钟，当你想要想去想的时候，那已经开始退步了，又回到原地方去了。所以说修行中就怕这个东西啊，走一走退回来，走一走退回来，虽然有僧团啊，大家给你保证了这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因为你这个不注意这个东西啊，同样你往回退，那事件就别讲了，那就。世间在修道中啊，真正往前修太难太难，啊，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多，嗯，确实障道。好，那这个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在进行的时候，那种没有连续性的妄想，比如一句话一个念头，它就一闪而过了，这后面又不用再。再参一句，这个东西吧，就是轻轻一过啊，就是很轻啊，就不用参。你等到那个稍稍重点，你就参就行了。有时候他那个速度太快了，你就说你嘴都跟不上。这面啊，那个念到那个那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他那个啪一下出来，除了你马上再去念，有时候嘴都跟不上。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你正常的就是不间断的，而且也不着急的，就往前念就行了，哎。啊，弟子明白了，感恩师。讲一个问题吧，就是说现在沙弥呢看书啊，看这杂啊，看杂，
萨米阶段你千万别错过了。这个东西啊，萨米是枯燥一个阶段，但它实实在在打基础一个阶段。这基础打不好啊，你会终身遗憾啊，终身遗憾。萨米什么是基础呢？就是一个依教奉行，另外再一个就是啊，毗尼啊，还有这个萨米戒，就顶着他走啊，顶着功课走，不要看杂数，不要看杂数，看杂数看着是热闹，心情舒畅了，但你那功夫扔了啊，功夫扔了。现在看杂数呢，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啊，因为我们都向往着自由。你向往的自由那是暂时的自由，看的是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枷锁啊，自己把自己套在了一个世俗里去了。嗯，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看这一点的经呢？因为我们就是这一生啊，都不见得把这点啊这个经啊咒啊啊弄明白，不是解释意思啊，我们需要是心里生出来的意思。就我们成天就奔着这两个这几个咒啊，五十三小咒，还有这个毗尼啊，就你奔着去都不见得啊如何。所以说我们哪有时间再看别的书啊，有时候觉得心闷了，去给自己找个理由去看去，这个要不得啊，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导向，要不得的事儿。有时候会憋得很难受啊，我在闭关时候啊，那楞严咒不楞严经就搁那搁着解释啊，解释上人的解释就搁那搁，我从来基本上我不看啊，搁那我也不看。那时候很希望什么呢？一个是看看解释啊，坐那就不闷上了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希望有一本杂志啊，搁那搁看一眼。或是谁解释一点，哪怕是佛经啊，有那么一段解释，我都能看好几天，啊，就那种想法，非常饥渴，非常饥渴，啊，那种就像有一种魔力啊，就抓着你要去看去。那时候我就把这都挺住了，就是不看，啊，我采取什么办法？实在是烦恼啊，控制不住的时候啊，要蹦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书打开啊，看到那块解释，也就看那个三两行啊，就放下了，多了都不敢看，一看就进去。你这闭关，你搁那坐着，你说你看一段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哎。非常舒服的，你说，就是不看，就是看两眼，哎，这个挺好，你马上就扣下了，书就搁前面摆着，就是不看。不是经书的问题，啊，说这个经书啊没有作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既要从经书里悟出东西，更主要是要从心里出来东西，啊。你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性和乐趣走，所以说一天呢，你啥书还不看，我还得搁那静坐着打坐，啥书也不看，啊，就在那坐着打参禅话头啊。你说这个，白天晚上就那点事儿，你说那周围墙壁连个字儿都没有，啊。找个字儿都没有
我想看外面山嘛，还能自个儿弄牛皮纸还给挡住了，看山也看不出来。最后儿只能是一个办法，上厕所啊，完了走那一道，那心里还能散一散啊，走道的时候都慢慢走啊，赶紧这家那个牢房里放风似的，赶紧享受这一瞬间。但是同时自个儿还要求自己不能过分，你不能过慢，哎，差不多就行了啊。回屋了呢，还不能去推开窗户，或把牛皮纸给撕下来，完了瞅瞅外面的山，你又得赶紧的，就是不能看。我对面的山呢，我都没看过山尖儿，就连上厕所再回来到屋里没看过山尖儿，那山都不高，有时候拿眼扫一眼就在半山腰，那尖儿没看过。等出关的时候才看看山尖儿，山尖儿什么样？我说这三年了才看看山尖儿什么样？哎，就说你必须得有这个自己的定力，啊，你这才行。你想成就，你必须克服你自己的妄想，啊，妄想。就说你得认可这个经书，啊，认可这个，一句话就是无价之宝，啊，认可这个东西来反复摩擦你的心理，你这才有点作用。我们今天换一换模式，明天换一换模式，啊，最后换来换去，哪个都不起作用，最后浪费了时间，完了还自个儿还怨，还说那个什么叫什么？广学多闻呢，啊，没走广学多闻的道路。广学多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抓住重点，一劲儿悟下去，将来你才能真正的成为广学多闻。一点悟透了，一切都透。就算你看经书，你都看了，那也不叫广学多闻。哎。你指的是表面意思，你从根本的意思根本就不懂。换句话说，你那个路头啊，你走的，就走到这个理论上去了，可真实的功夫没有。所以说沙弥这一块儿啊，你不要去看那么多书，不是限制你自由，是对修行不利，啊，没有意义。有的就觉得看看书啊，谁讲的啊，那外面的佛学那个什么杂志上谁说了什么玩意儿，那些东西啊确实不能看，看着好像是都是佛经啊，或是佛的故事，或者佛的通讯什么的，是对真正修行来讲啊不次于毒药，啊，因为你用错心了。啊，他对什么行呢？对搞理论了，他也不想呢去深入的去解决这个心性的问题啊，想那个用理论上啊去教化人啊，或是说给自己一个安慰啊，调节调节心，啊，也就是说把道心去掉了啊，把这个世俗心啊提起点儿，虽然也是佛经。哎，实际上他那个劲儿已经泄了，那劲儿泄了，所以沙弥这块儿不能这么做。啊，沙弥必须得就想看都得师父指导着看，师父没说的时候你不能看。这个有条件没条件都不能看。原先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啊，在一个山洞里啊，那本经书都翻得快坏了啊，后来这个天人给放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医学书，哎，他连瞅都不瞅啊，就到还继续看那个佛经去了。后来那个僧人告诉他说，你看那个吧，那个你看完了就能发财了啊，世间名利都能得啊，你看是天上拿的书。
放光呢，那和尚连理都没理，还继续看他那本书呢，啊，最后天人赞叹说，这才是真正佛的弟子。换句话说，我们想做的是做佛的弟子。啊，佛弟子什么意思？就从心性上，啊，起来了，这才是佛弟子。如果不在心性上下功夫，啊，那就离佛弟子还是很远的。啊，所以沙弥这块儿，千万别走错路，因为这个人生打下什么基础就什么基础。啊，以后你等到你过几年了，这个基础一旦过去了，啊，就像你小孩那个时期过去了，成熟了，你再回到小孩就回不了了。是我重新再开始，那回不去，哎，回不去了。那黄金时代就是那一瞬间，哎，打下什么基础，将来就什么基础，正念铺下来了。哎，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所以沙弥这块儿特别的加小心，啊，大祭司也是这样，啊，我们大祭司有了很多的自由，啊，很多自由，所以说可以啊，多看一些参考的东西啊，或者看一些密宗的咒什么的啊，去修炼这个东西，嗯。我告诉你，这没啥意义啊，没啥意义。嗯，这都是一种方便啊，一种方便，不是做咒啊就错了啊，它是密宗的一种方便啊。有时候一个是我们不适合啊，不适合，另外也没有必要。啊，有很多的东西啊，佛经是对的。但对那个时期人啊，对那个有些人啊是可以用的。有些时候啊是不可取的，虽然也是佛经啊，也是这个佛讲的咒，有时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里它有区别。前天他们别人送了一块黑板，啊，是能月老和尚的。那黑板我没想到还存在，啊，他原先那个黑板呢在净舍里，他讲法的时候他挂那上了，哎，那时候他自个儿在那打坐，啊，那个我记得写一句话什么，那个四罗不清净，啊，他对自己忏悔，啊，忏悔戒律。他曾经跟讲那个这个一句话啊，讲这个顿悟法门啊，顿悟法门。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能明白顿悟法门，理解了这个，你就是不是见过一佛二佛，是见过无量佛。说你见过无量佛，啊。对那个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是这样。你现在所学的东西啊，都是奔着这个顿悟法门这个来的，嗯，啊，这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去往前走着。我们呢，非要学个咒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实际上你。这又往回走了，又往回走了，嗯，所以轻易不要去看那些书去，啊，不是说他就不好，因为他呢，没说吗？顿悟法门里面讲的，你理解了，不是见过一佛二佛，见过无量佛，就说明你的根基在那块儿，啊，你的成就也在那块儿。所以说你选你不选最好的，你反而的放的最好不选，就要选个自己啊喜欢的，喜欢的未必是正确的，啊，喜欢未必是正确的，
啊，这个法门我挺喜欢啊，这个做个咒它可以如何如何啊。有时候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真正奔着修行，有时候这个东西确实得注点意，得注点意啊，不能因为我吃咒了或是我用一点什么事儿我有所感应啊，你就改变了你原先初衷的想法。这是你想修行你必须啊按照最高的程度啊一直走下去，这才可以。嗯，原先呢我也念过一段时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准提咒啊，准提咒我也念过。念过准提咒以后呢，这虫子俩掐架呢，我一念准提咒，那个虫子把那个虫给放下了，完那个虫还活了，本来看着是死的，一念准提咒它活了，一活了把那个虫给吓跑了，啊，就把那蚂蚁吓跑了。后来我曾经做过梦，啊，做个梦，这是从来没说过啊，做个梦，梦见一个像蒙古人似的啊，这个。戴个大件帽子啊，像那个帽子啊，胖乎乎的啊，他那个意思说他这是什么准提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啊，梦了就梦了，梦完就完事儿了。我一看梦着了，看着是好事儿，就说明我那心偏了，有所偏了，哎，赶紧的没把在意，赶紧又回到原来。就没往上使劲儿，啊，要别人呢，我估计有很多，哎呀，准的铺子我都梦着了，这家伙我得拼命去修去，啊，等明天又梦见观世音铺子，我要拼命去修去，是吧？后天你梦大日铺子，我赶紧，那赶紧比划这个手势去，啊，你这个都得克服的，啊。那回也做梦，多说一句吧，那告诉我那个，他是那个什么啊？他是那个大势至菩萨。他说你这不是，你不做手势是不对的，啊，你得做手势，啊，直接就批评我了，啊，挺严肃，大个，那个，你说是听是不听？说的挺好，但是我不能听你的，就把事儿过去了。这个东西啊，你都得自己来克服它，你不能因为一个梦啊，或是一个喜好，你就改变了初衷。啊，你就得一个道跑到黑，就往前走就完事儿了。啊，你不能凭感应，我对这喜欢或不喜欢。你梦的佛菩萨也是这样似的。当然了，有一些东西啊。也是可以参考的，告诉你哪个戒律哪个不清净了，你可以改，对不对？你这行，什么吃肉啊，或者做手势啊，或者做什么东西，哎，叫你去学准提菩萨去，哎，那吃那咒的，我不是那个，虽然有感应，只能说，我原先心里所修行的，它有东西。有东西才有感应，那东西不是吃那个咒来的，啊，不是吃那个咒来的，原先就有吃那个咒，通过那个咒它产生了反应。但你别误解了，你就得吃这个咒去了，嗯，就像人有钱似的，啊，你掏出一块钱啊，你去显摆啊，我这有一块钱，嗯。实际上呢，这块钱哪来的？不是因为你掏出了才有一块钱的，是原先在你兜里就有，是因为你掏的动作把它拿出来了，不是掏动作有钱了，是你原先兜里就有的东西。你不信？你掏那掏钱是？你掏了一块钱，你天天你去掏去吧？你有吗？那守株待兔那个病又出来了。兔子撞死了，你天天上树坐着去，等兔子再撞去，
是吧？饿死你也得不到。啊，他就是那个因缘，和你这个东西在树下什么都没啥关系。啊，你掏出一块钱和你掏兜的动作没有关系。啊，只不过是你掏兜的动作啊缠上了个东西，你呢反而迷惑了，因为这个钱是因为掏兜的动作才有的，实际上它不是，是你兜的原因就有。就是大戒师啊，你更得注意，因为你现在更得，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大沙弥，沙弥戒学了一半啊，还技术不牢呢啊，我们那些这个比丘戒啊，还有菩萨戒这些东西都不熟悉呢啊，还有坐禅呢，还有很多的功课，楞严咒很多功课你都没做到，又去改行去了，又去弄别的，就像熊下掰苞米似的，嗯，掰一棒扔一棒，啊，他你的苞米，他就认为这个我只要是抓住就有苞米，你等着掰来掰来掰去，掰到地头了没苞米，你掰啥也没有用，是吧？不是你摆的动作有苞米，是苞米就在地里长着呢。但是我们想做的事儿太多了，哎，你必须得，哎，一条道啊，走到黑，就进，把它去做明白，这才是我们修行的态度。哪个诸师大德最后都是认真的，哎，不上当的情况下往前走。那你才能走出你自己的小天地来，走出你的成绩来，走出你的功夫来。否则的话，你中间你凭什么感应啊？凭谁说的？或是那个就完了，你就上当受骗了啊！咱们有一个过去有个出家师傅啊，有个女的跟他说啊。非要和咱俩好不和，啊！后来他说：“我这是我前生的妈，啊！我今生得把这缘了了，不缘了我出不了家，啊！”后来朕就跟他下山了，啊，不修道了，上他们家去了。人这一还俗啊，人那女的把他踹了，不要他了，最后傻眼了。他说的妈什么什么玩意儿，一概都不是了。所以说他就是在人家的这种感情下啊，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妈，他的报恩来了。刚下山不长时间，就一脚踹了，什么妈不妈的，没那码事儿。啊，上当受骗的过程最后是什么玩意儿？就是被抛弃了。修佛法也这样，本来是很好的东西，你往前走就行了。你那自己突然搬到改了，你改完最后结果就是被抛弃了，就完事了。说我这可想学你的东西，因为你的心里的底儿，就你的根本的东西没了，没了最后就被抛弃就完事了，这不存在了。所以你学佛呀，就是一杆子插到底，一定不要去随便去改变去，这些东西都够你用的，都够你用的。而且你就这么用这些东西，都够你那忙活的啊，忙活的，你还得紧抓紧的忙活的，已经就。够多的了，你成天又拿那个密宗咒，又拿谁看去了？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觉得看的有点体会，那都是原先你攒那点东西，体会了了，就是被抛弃了，最后啥也没有，就像那个找那女的当妈去，以为她的感情或者付出挺多，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情的被淘汰就完事了，不存在那个问题。所以学佛呀，你可得加小心，
这里学佛里佛法里有时候你弄不清楚，同样也是上当受骗。一个梦啊，一个感觉呀、啊，或是一种想法，这东西有时候要不得的。所以说学佛是一个必须有一个啊善知识指导你，另外你得有一定的决心啊，不要来改变，啊，不要改变，一定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你才能有所成就。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可得加小心，你像学密似的，学那个什么眼观鼻，鼻观口啊，那个大耳轮升起来了，那我也观过啊，观过，那一瞬间就起来了，啊，那太阳都通红通红的，啊，后来跟那个密宗那个居士说。秘书说：“我都关好长时间才有那么点东西。说你这一关，就出来了啊！他挺佩服的。后来我再也没关，因为啥？我执东西，它不是我关出来的，是你原先就有，只不过通过这个方法一关，它就出现了。你要随着这个东西，哎，一看出现多好，你看我这么方法多好，一下就能关出来。”实际上你一观只是用方法把它调动起来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它不是你那个观所出来的，是原先你那里有那个定理才出来的。后来就不做了，因为啥呢？那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事儿，也不能往这个道去走，走太远了你就被骗了。说学佛这个岔路太多了，岔路太多，特别都叫佛法。我刚才讲了，啊，像那个能源老和，为什么我感谢能源老和呢？就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把这个路指混得很熟很熟，哎，确实在我的学佛道路上，能够的起到很大作用，哎。他并没沉迷在敲打长剑里，也没沉迷在供养里，特别是自个儿一个人啊，修道的时候，他就研究这个顿悟法门的问题，所以说老和尚最后他说证到这个暖相啊，暖相，他那个。每一天早晨啊，上那个营口有盐滩啊，盐滩干嘛呢？盐滩中间那坝埂上啊，去打坐去，啊，支四个杆儿，上面一个棚子，那下扯去了，那棚子都刮碎了，就下雨他根本就遮不住啊。但他每一天早上都上打坐去，就我们平时人就走道风吹的，你都受不了，他天天打坐。应该是十点多钟就回来了，早上几点钟我不知道，他十点钟就回来了，回来是拿一个他手里哪次去都拿个方便铲，小这么高吧，1米23的方便铲，这回也拿来了，啊，这方便铲我也看到了，拿来了，这是一种精神，始终是不变的。讲的法啊，也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到位。那时候楞严寺很多都不听他讲，也因为他的那个讲那个东西不行，不行，但是我的受益是非常非常深的，啊，非常深。所以大家就是说，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岔路太多了，啊，岔路太多，而且表现的很多都是，甚至是佛菩萨来给你指引，啊，甚至就是还有一些语言来指引，还有一些放光动地的指引，等等的事儿太多了，
这都是好事加好事，啊，但你不能舍去你自己的根本，最后跑那走了，跑那走了，看着今天有了，明天有，后天就没了。就像那个跟女人走了，你还俗了，就一脚就给你踹开了。你再想往回走，到现在他也没出了家，以为呢这段缘分了了，我再出家，到现在俩孩子还出啥家？所以说这个，哎呀，有时候这个被骗了一次啊，你再想回头都很难的。学佛也是这样。你不要随便改变你的这个修法，哎，等到你被骗了一次，或去想去试验试验的时候，你再回头的时候，有时候就回不来了。特别是末法时期，它根本我们的善根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时候你想回就回不来。虽然佛说了那个七次出家，你看第二次出家和第一次出家，它能一样吗？那都不一样，那里面的质量和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嗯，出一次家，还俗一次，第二次一有困难又想还俗去了。嗯，回家，嗯，跟老婆睡完了，完再行了又出家了，那心呢，它都不一样了。嗯，他没那个定力了，没那个心了，里面出来的东西。嗯，早就不是原先的东西了，不是原装的，啊。所以这个学佛也好，世俗法也好，就说你一定要坚持你原来的东西，一定要把这个弄好了，不要搬道去改，啊，有的现在就闷了啊，这个哪个大圆满了，哪个是学咒去了，嗯，这个东西。何况你还没见佛菩萨说你呢，你都这变去了。要佛菩萨说你，你可能更得去了，早就被骗走了。啊，所以说你学佛的谁来也不动的，那才行。还有谁有问题？嗯，好，你说。是吧，我也喜欢那个诵咒的，也喜欢说像那个看到一些细心的那个咒语啊，功能好一点的，我也比较喜欢一把手就给背下来。我就是以前我这觉得我那个坐相啊，在第二支香和第三支香和这个动物的支香特别困难。后来因为背那个新咒语吧，它不是比较精神集中嘛。说我就背，我已经背了好几个了。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确实因为那激动吧，可能反应的差。但是也确实我也确实有点就是感觉好像对自己还是比较特别喜欢的。这种像您说这种方法有可不可学是吧？不可以，就哪怕在那睡觉啊，就睡觉也不要那个东西。睡觉是你必须克服的东西，为什么你说送他就不困了？因为新鲜是你的思维，并不是你的真正的定力。你的思维新鲜，就像你什么呢？你看经书啊，他就困；你打麻将，他就不困了。像那个是新鲜的，他老是的带有一种刺激感，哎，能把你精神调节上。你要看手机，那更不困。所以说这个东西困呢不是毛病，困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守住你的心了，这个但是这个兴趣啊，它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你它是你的修行的一部分，等你那个是信心的一部分，信心一部分你挺清醒的，脚挺好，但它和你原来的功夫它不相应了，是吧？你就想想，你看看现在你要读经书啊，那你有时候困了，是一读就困，一坐那就困。你等到要打麻将，你看一宿不睡没事儿。那你能说困就是错误的，是吧？你清醒就是对的，
它不是，它是你的不入心了，它是你的兴趣在起作用。佛有的是困了，但是他的困没离开本心，你知道吧？还在那里，在心里摩擦着呢。所以你把那个困克服了，就是成就。你这个呢，送完了，那回到一阵信息，等你一看那又不行了，又换一个走，是吧？所以说这就像那个胸下崩爆米似的，一会儿弄一个，一会儿弄一个，哎。等到时间长了，爆米没了，你连爆米都没有了，所以说别那么办。有时候很多人呢，就是用这种理由啊，就是对自己的修法不断的修改，这个不是合适的事儿，哎，不能用困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道往前走，困它是必然一个过程。必然的过程，你不克服这个过程，你过不了这条河。哎，我以前做相的时候啊，因为我也那个做相刚开始我也不懂，一般时候我都是送那个楞严咒的。后来因为那楞严咒送的时候呢，送的就睡着了呢。哎，没说吧，就是参话头是最好的。参话头就哪怕参困了，你也没离开那块儿，你知道吗？你因为怕困，实际上就像离开那个地方了。离开地方，你再找到原来那个地方，说我在别的挺清醒，你再回到原先的地方，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所以说是，你看有时候这个困了，他那本心在那搁着，他没动弹，哎，心还在那细着。嗯，只不过是暂时的这个困，这种那个魔障啊，这种现象出现了，你克服过去就完事儿了，多好的事儿，就像那个什么爬山似的，啊，你说的轻松啊，是能爬到山顶，还是累一点爬山顶？嗯，你肯定认为轻松能爬到山顶。轻松永远是在底下，你只有累的不行了，那是快到山顶了。所以说我们就上当了，哎，可别这么做不合适，不合适，哎，千锤百炼嘛，千锤百炼，你才能往前走呢。你打两下不行了，我得歇一歇，我得上那杆去谷子种点菜去，后天我也又挖点土去，完了回来最后又拿着那个。那个打造那个东西，一看还是原先那样，没动了，完了这功夫白瞎了，都得趁夜打铁。你那没趁夜，这就换了一个，所以说这样你就很不容易成就的。所以说不能以什么判断的，以自己的兴趣和思维来判断。啊，是我喜欢，我一送哪呀，可精神了。不能以这个来判断，以功夫的长久深厚来判断，哎，你不变来判断，这是比较正确。那我就是说，现在说那个坐相的时候啊，像是说就是说上乱咒啊，这样式就算是除了多少人的思想，他不都是困吗？你像是在那个坐相上送了这样可不可以？就别送那演奏，参话头挺好的。哎，参话头挺好，因为啥呢？太长了，有时候就奔着思维去了。哎，太长了不行。那你说坐相，就是说妄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去参去了；妄想放下的时候，稍减轻的时候，我也跟着随时放下，养成一种就是。敌人来了我就打他啊，没敌人我就放松了。你这是来不来我都放枪，就你那点子弹，敌人来了以后呢，你一个子弹都没了，都提前放没了，那行吗？那个插花头着气时候刚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插了好像
好像不长，没有几回了。哦，没几回，那有十年。没有，就七天功夫还谈那个事儿。他是多，问题是他是出现了一种那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好像我三花筒没有啥戏呢，后来我就放弃了。所以说你的想法太活跃了，虚云老和尚都赞成参花头，哎，宣化上人呐、虚云老和这些诸子大头都参，都搞赞成这个，因为啥呢？因为参这个话头有很多是成就了，所以他经验丰富，说这都是得来的东西。有的那参什么吐丝丝的谁，那怎么参的那玩意儿？看着挺新鲜，弄得挺吓人的，啊。所以说呢，这话头啊，这个已经是成熟的经验了，啊，所以说非常好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参，或是因为大家都做，你又轻视它了，啊，想找一道捷路出来，没有捷路。所以说，你得总结这个古人的这个长期操作的东西，哎，它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这些高僧大德，特别虚云老和，那绝对是有道理的。咱们没有经验，那虚云老和有经验了，是吧？所以说，有时候借鉴啊，借那高僧大德的那个，特别是那个啊，既优秀又优秀又有正的，哎，借他的经验，说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往前走呢。